好比顶卡里山之秋，因为冰封双行以及彩虹彩绘点点点，吸引真侪游客来遮佚佗。彩虹处的馆长林冠汉就甲城市开发商合作，推出砖头冒险活动，让来佚佗游客透过社区软体互相导览，了解社区甲当地故事。河边顶环下列卡里山之树，因为有五彩缤纷的雨伞巷，各族的表演搭配老厝的特色景点，成为这几年真夯的打卡圣地，吸引真多游客前来朝圣。彩虹屋的馆长林冠汉，为着让观光客会当搁较深入了解社区的故事，搁有因做的成果，特别甲城市开发商合作，推出村落冒险的新玩法。我们卡里山之树呢，就是最初我们是用就是人力，然后是用就是解说导览的方式，那每次有两个场次，然后让来到这边的游客能更认识我们这边。但是因为时段的关系，那有的游客来到这边没有听到导览，就不知道我们这个社区有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是用景点说明牌的方式，那另外有提供一个纸本的村落冒险的活动。那有简单的题目让游客呢，他们是可以用回答的问题的方式，然后更认识我们的社区。那但是呢，其实就是因为这种方式也是需要去印纸张，另外呢也是需要我们去对答案啊之类的，所以后来呢刚好我们就是找了起步应用这个公司，他们用 LINE 机器人的方式，那游客进到我们社区呢，只要扫描 QR code， 那他可以用 LINE 的方式，然后去体验村落冒险。那在体验的过程，其实就会更认识我们这个社区，然后更认识我们雨伞这个产业，那进而呢就是可以。透过这些的故事的分享，然后 提高他们旅游的一个深度。那我们当初就是我那时候来这边玩的时候，发现说，哎，这里真的很棒，卡里山很棒，可是就好像缺少了一些什么互动这样，所以我们就来跟卡里山老板合作这样子，然后我们希望可以用社群的软体，然后可以让来这边玩的人可以用透过这社群软体可以有一些互动或是一个回馈这样。如果你今天自己一个人来这边旅行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些社群软体，然后在没有导览的时候可以获得更多资讯跟那个内容的介绍这样，然后也可以推荐哪里好玩这样，所以就促成这样的合作。透过社群软体开讲机器人跟观光客互动导览，带因深入社区每一个历史景点，了解在地故事，可以当结合在地产业，带动地方的商机。村落冒险有许多的题目啊，其实我这一题算是特别的难，因为我只有开礼拜六日或者是连假、周末假期这样子。你们想要通过这个村落冒险呢？我这一题是最难的，因为你真的要很有缘，你才会遇到我。欢迎大家。有机会有空的话，都来我们环社社区来参加我们的村落冒险。林冠汉馆长表示，卡里山之树成功引进观光林条，提升当地知名度。但是除了翕相打卡，更加希望游客开一点仔时间，了解更加侪在地故事。寒假若是无计划，也是新年唔知道要去倒位行村的民众，赶紧来河边的卡里山之树来一场村落冒险。中华新闻叶宏吴河边彩虹报道。